们现在即将要离开整个石垣岛，还可以看到石垣岛的夕阳。幸福游轮，幸福游轮，今天是第几天呢？第四天。哦，来到幸福日本，有没有看到远远的地方就是整个石垣岛的市区？我们今天租车这样绕了一大圈，绕了石垣岛的一圈，哇，油钱加了1200块钱。夕阳，妈妈说一定要来看夕阳，所以呢，先晚餐先放弃了。这是游轮的一景，今天是游轮的最后一天，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玩到嗨。前面还有个天使之翼，然后底下这边是那个海上的空中走廊。夕阳真的很漂亮，哇，背景音乐很好听。再见了，石垣岛，第一次来，第一次租车在日本，哇，拜拜。